到今天，他以往事这一路走来，深深感受到爱有多深，痛就有多深。这一段这几天走过来，从当下的惊吓、狂喊、呼喊、祈求佛菩萨、各路神佛的加持，到今天，他以往生，这一路走来，深深感受到爱有多深，痛就有多深。外面的人认为他好像很复杂，其实他就是很单纯，一个很单纯、喜爱读书的人。终其一生也的确做到，他的一心一意，他的所有的努力赚的钱都是靠他一笔一笔写出来，一嘴一嘴说出来，并没有投机取巧。台湾的眼睛，民视。